这边感觉是在卖自己的血量，想骗你上来打我。我觉得卖的有点过了啊。是的。对面已经是破了，就你这个血量，然后还在脸上这么打的话，感觉有问题。是。血量还不是关键，关键还是蓝量啊。那个文森特完全空蓝的状况，就算他能够一直接刀，他不能够一直开 W 的加速， 也没那么厉害。这边冰鸟到达六级之后，开始进入自己的无脑推线节奏。 就现在的冰鸟的一个游走频率和游走机会是要比起天使这边来的高很多的。天使这个英雄还是要发育，也是属于那种大后期英雄。等到自己装备真正成型的时候，也是属于一个可以打几个的。我两边现在的话还算是一个军事局吧。其实这个局里面最难的就是打野这个位置。 平常在职业赛上面，我们看打野都是能够起到运转全局的效果，但是面对一个就是临时组起来的主播明星队来说的话，打野就很难跟各路都做出完美的配合。没错，上路现在贾克斯也是压了一定蛮王的补刀，但这个补刀的话，也是只能说虎神个人的能力在前六级尽可能把自己前期的优势给扩大。 少了一家眼睛，但是没有后续，双方暂时找不到一个动手的点，对线仍然在继续。上路的部分来说的话，虎神有一些的压刀领先。现在蛮王没有怒，蛮王满怒的时候才能上去打。鹌鹑的补刀很稳，后面偷偷蹲了个石子。是的。 比起一开局的一个强势，现在的话局面开始逐渐进入焦灼的一个状态。现在感觉应该是六级之后下路动手频率会比较大，因为锤石配合上德莱文的伤害，在下路的进攻主动权上捏的还是蛮牢的。这里视野是看到了魔兽的动向。 上路虎神压了一波兵，这里要率先来回城，传送是领先的。这波八路奶粉要好好的把兵给清完，而且要把怒给攒起来。是，这样虎神回来的时候才能勉强站直立，但是虎神补过装备了。但是下路补刀咬的非常的紧啊。 就现在团战端上，MF装备如果说能够平稳发育的话，它的作用是要比德莱文来的高的。对的，德莱文最厉害的点还是线上的压制，线上的压制没出现的情况下，团战没有 MF 来的简单暴力。对，等到了大鹌鹑的弹幕时间之后的话，就很舒服了。而且，哎，过了一下，有了一个青蛙直接交大，同时身后的话，这边女枪也是交大，他俩直接卡住了，卡住了。 哇，罗莉这个风位，哇，再加一发盐都顶回来，直接人头给到德莱文。这波德莱文前期的发育了那么多刀，一下子就回来了，这波太舒服了。主要下面这边并没有能够躲，左位躲掉了冰鸟的技能。再上来 A 一下两下三下四下，然后锤石赶紧过来。虽然 A 了很久，但是杀伤力比较一般，被晕了一下，无敌放不出来，直接被秒。哇，这边的话直接是在河道区被击杀掉了。 这个感觉还有戏哦，冰鸟这位置被石川跟了一下，打出闪现，锤石跟了一个闪现，好的，石川没中，石川也被小兵给挡住了，差了一点点，但这一波已经是非常精彩进攻了。面前的话，这一板斧撑不住啊，受不了。这波带着大龙 buff 的兵线直接要推这波高地塔了，高地塔很难防守，很难防守，冰鸟不在的情况下更是如此，直接冲上来了，一马当先顶在前面，一 A A， 我的天哪，太难受了，现在感觉就德莱文可以说出自己那句招牌的话了，能顶住我伤害的只有一个睁眼罢了，现在感觉其他人都撑不住他四板斧，除了蛮王吧，蛮王可以开大多撑两下。 狮子狗，两刀三刀没了。前面天使大刀直接给到了德莱文，甚至把他们扛起来。一刀两刀交警身，那要被压起身了呀！哦，起身交闪现，交闪现，蛮王这边扑了过来，又被他虚弱，男人来了，但是被风筝住，极其精准的隔墙钩，太无奈了。这边的话，贾克斯也是追着大鹌鹑一顿乱锤，挡不住了，挡不住了，位已经算是成型了。
好，晕到了锤石，把锤石给卡在了墙上，但是没有人有勇气去动手做输出，最终青花瓷掉了大概一半血左右。与此同时，长须直入，所有伤害灌上去，剩下一个蛮王开着大招还在撤，虎骨支撑没有用了呀，被贾克斯晕了下来，把我奶粉没有办法创造奇迹。文森特挥舞着两柄斧子进去找他的目标，真的已经到对方家里面去了。没有人敢在他面前站上一战，挥起自己的两把斧子，最后不愧是国服第一得来的。那最后虽然说大安城也是一个弹幕时间，也算是庆祝五节前的胜利，恭喜蓝色方。